来来来来来，试一下试一下！来呀来来来，干掉他们！哟吼！上车！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！哟，什么鬼地方啊这个车？哒哒哒哒哒！我是八号海举，欢迎收看今天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玩一款游戏啊，叫做《深岩银河幸存者》。 那这游戏的前身啊，叫做《深岩银河集团》。简单来讲呢，这是一款挖矿游戏，它还是一个抢先体验的时候就买了，一玩就很上头，就很有意思。然后呢，它现在出了一个幸存者，玩法呢类似于吸血鬼幸存者的，来试试看吧。毕竟它的前身我也是挺喜欢玩的。哦，这边是一共有三张地图吗？这么点，这不会也是个抢先体验吧？来吧，水晶洞穴。 吼、哦，熟悉的矮人声音，Rockstar。选择人物侦察兵，其他还不能选的呀。作为最灵活的一批矮人侦察兵，依赖于远距离武器。哇，我这个角色很少玩，我玩的最多的是机枪和钻机手。哦，熟悉的场景，但是这个是俯视视角哎。嘿，你是莫莉吗？哇，我这个子弹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呀？ 哪里发出来的子弹？我得去找矿吧。能挖矿吗？靠近就是挖矿啊。那鼠标就没有什么用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射速、换弹速度、基础伤害。有句话怎么说的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我非常喜欢射速，射速越快越好。寻找补给箱。哇，这里地形都是可以破坏的吗？砸这个硝石。 硝石是可以召唤那个补给箱的，但是我这个是不能收集的吗？奇怪了啊，收集不了啊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先把这些虫子打了再说。护盾，持续伤害效果，武器变得更漂亮，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？武器变得漂亮，哦哟，我们还是找这个稀有的吧。护盾，这个护盾还是比较重要的啊。虫潮来袭啦！ 这一次我的队友都不在了，我的矮人队伍呢？哦，等一下，我从这边先凿个路出去啊！哇，这些虫子好像也能破坏这个地形的。哟，精英怪来了！哇，快快快快！哦，刚刚那个不是硝石，那个是红糖啊，难怪我捡不起来啊！上面那个是红糖，是补血用的。红糖矿，硝石是旁边的那个。哦吼！ 升级了，获得全新武器，可以减速。这个手雷是可以减速的，但是有一个可以朝四个方向射击的高射速武器，先选择这个吧。啊，哦，哦，哈哈，哈哈，这个感觉很厉害啊！我不需要减速，我直接把怪给打死，我就不需要什么减速的东西了啊。哇塞，什么情况？升级，换弹速度，什么东西需要换弹吗？ 我们这个武器是需要换弹的吗？射速啊，直接射速！我喜欢射速。来吧，拾取范围增大，基础伤害提高，最大血量。拾取范围增大，我觉得不需要吧。伤害提升是最重要的。哇，又升级了，基础伤害提高。来吧，小虫子们。啊，空中呢，我能打掉它吗？怎么感觉我空中是碰不到它的呀？嗯。 哟，好恶心的虫子！前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那个，这个虫子是可以把它打掉的，因为这个虫子里面会爆一些矿石。来来来来来，好像可以打到了。这地形就是这么小的吗？出不去了！哦呦呦，快快快快！啊，原来我这个武器是需要装弹的，刚刚一瞬间在装弹了。 挖掘速度这个我觉得很需要，但是我们不需要了，我们直接走了，完成任务了。怎么只有30秒时间呢？哦，还好，这样吓死我。哈哈，没事，慢慢来，不急不急啊。作为深岩银河集团的老玩家，这些虫子对我来说是小意思的，爆炸虫来吧，炸！哎呦，先走了先走了，这爆炸虫就在我旁边，哈哈。 这还能升级的吗？哼！哇，哇，这么多可以升级啊！
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它不是往上升的，它是往下降的。哇、哦，是双电啊！所有发射类武器的射速，哎呦，这个好，我喜欢所有的射速都提高。买这个吧。哎，哦，没钱。我没钱，哎呀，24块钱，哎呀，好吧，继续啊，引出精英虫，哎呦，好好好好好，啊，右上角这个是我的任务，好，这都是金矿吗？这都是钱呐、啊，哦，这个是硝石啊，这个是硝石，在深夜银河集团中呢，硝石是可以召唤补给箱的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不需要补给箱吧？哎呦，我感觉我真的是需要挖矿速度提升了，不然的话我逃不出去啊！这么多，这虫子有病吧？挖你们加几个矿而已。哦呦，换弹速度我觉得还是比较需要的啊，射速和换弹速度这样搞一点。我突然觉得减速是非常重要的，之前早知道换一个减速手雷了。哎，爆炸虫好。爆炸虫我喜欢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补给箱。原来在这里补给箱是这么叫的呀！哎呦，我的天，原来如此。看我们这个需要补给吗？感觉不是特别需要啊，我需要升级。这边有黄金的。虫巢又来了。哇，我能打得过吗？这个这么多。哟吼吼！哦呦。绕道走，绕道走，绕道走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我从下面走，这还有个坑，我过不去。糟糕！哎呦，死路！爆炸虫，助我一臂之力吧，爆炸虫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惨了，我出不去了。不，血！哦，天哪！我怎么搞这个？换段速度吧。超匹魔族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优先攻击血量最高的人，基础伤害穿透效果，这个也肯定是穿透啊！我直接冲出去了，哇哦，下面，哇，经验值，早该这样嘛！升级，新武器，霰弹枪，减速，好，说什么来什么，我需要这个减速的啊！我发现减速是真的挺重要的，控制型吧，软控啊，这个武器它只有十字方向的吗？哎，还冻住了！哎，这个就没有别的武器吗？没有比较爽快一点的武器吗？来来，大苍蝇，大苍蝇，来来来，怼着你打！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好的，哇，爆这么多经验，登上空降舱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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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不能跑步的吗？啊、哦，没事没事，这边再升级一下啊！移动速度哦，这需要吗？所有武器换弹时间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在临走之前，我先升级点经验的啊。哦呦哦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收集不了了，我就赶紧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赶紧走赶紧走，越往地下去啊。哦，现在我有钱了吧？现在是有钱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硝石吧？红色的应该是硝石，黄色的应该是金矿吧？啊，这个是紫色的，稀有哎！基础伤害增加 35%， 它毕竟是紫色的史诗级，选择这个吧啊！哦，我还能买是吧？好的，嗯，伤害提升，这钱能全部花完吗？来吧！哼，有句话怎么说？直接把所有钱全部都投资掉啊！希望后期能给我大的回报。来吧，这是第三层了，引出精英怪，就只有这些任务的吗？右上角才是我们真正的任务吧？升到12级，100单位的黄金，200单位的黄金，啊？要不停的要收集黄金吗？红糖先把它给挖起来，补点血先。等一下，我在那个刚刚那个飞船里面是不能回血的吗？那上一关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的？好吧，我们先找黄金啊！我们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找什么黄金吧？应该是。这么快来虫巢啦！哦哟，这地方我出不去呀、啊！
哎呦哎呦哎呦呦，有没有什么炸弹型武器啊？哎，这个地方可以啊，我在这儿守着他们。哦呦哦呦，寻找补给信标。哎，左上角是地图啊，我才发现我之前补给信标我都没怎么用过。哎，它是干嘛用的呀？补给信标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补给信标怎么不能用啊？要把这边凿掉之后这个信标才能用啊。哇哦，来吧，先升级，先升级，先升级，所有发射类武器射击速度提升，很好很好。这边还需要把它给凿掉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没血了，这么多虫子！哎呦，不行不行，等会儿来，等会儿来，等会儿来，搞不了，这么多虫子，有毒吧？升级升级升级！哇哇，50%基础伤害，十举范围加45。很难选择，我能三个都要吗？真的是，算了，伤害吧。在绝对力量面前，其他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啊！虫潮又来袭了。哎呀，我上不去了，已经。哦，哎呦，我只能从这儿走了。红糖，红糖，我要红糖！挖掘速度，来吧！耶、，sugar！ 走走走走走走，补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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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这补给有啥用吗？哦，这个补给，哦，补给舱是这样的。记仇名单是什么？受到伤害将获得经验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哦，每获取单位的红糖都会提升2点最大的血量，升级时血量回复。哦，哪个重要呢？红糖不一定每次都有，但是升级可能有，但是越到后面升级越难啊，还是红糖会比较好一点啊，红糖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补给箱。哦，哇，爆炸，我喜欢这个补给箱啊，其实就是可以多获得一次技能选择的机会。持续伤害，换弹速度，持续伤害吧，击杀精英虫，击杀这个大苍蝇。先升级先升级，我先把这边所有金都捡起来，尽可能的升级。等一下，吸铁石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什么道具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绕一圈。吸铁石，我最喜欢的吸铁石。挖掘速度不用看了，肯定是挖掘速度。来吧，哇哇，新武器，应急霰弹枪。哦，这是霰弹枪射击速度提升啊，暴击几率。哦 baby， 射击速度基础伤害提升。哦，射速啊，肯定射速啊。啊，没血了没血了没血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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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好好，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，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哇，这不会是玩到死为止吧？啊，这没法结束的吗？让你假装武器变得漂亮，这有什么用啊？武器变漂亮了有什么用？暴击几率，但是没钱买。哎呀，上一把东西买了太多了，所以说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投在一个篮子里，现在就买不了了。红糖，我看到了，咱们这把先直接找红糖。哇、哦，这挖掘速度很快啊！黄金黄金，这之前都没有怎么去挖矿啊呀，我们这是挖矿游戏啊，我光打虫子了。这是黄金啊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个粉色的泡泡，是什么？新的怪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哦呦，我出不去了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呜、哦，啊！快快挖，快挖，快挖！爆炸虫，直接炸！哦，但是这个范围很小啊，因为虫子不够多。这个地形就是这么点了吗？我先逛一圈。哦，那边死路不能走了，快快快！哦，
这里还有点矿。什么东西啊，哥哥啊，谁喷的？我粉色的泡泡。哇！我从中间走。升级，换弹速度。这个吧。哦，没矿了，这里啊，这一层已经没有矿了。哇塞，我这点武器能行吗？我这武器不行吧？哎呦我的天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要没了啊！Maybe I should concentrate a little more. 任务失败。以解锁次要目标啊！你现在同样的工时内拥有两倍的工作量，解锁新的武器，再来收集蘑菇，将 GK 2步枪升级到12级。GK 2是什么枪？是我现在的第一把武器吗？新武器哦，这是新武器，经典步枪，能够射出大口径的穿透弹，优先攻击血量最高的人。新武器看看啊，看看新武器怎么样。哦，哇，这个武器还能穿过去的。哎呀，都挡在这儿，我没法搞这个信标啊。来爆炸啊，吼吼，砸死你们。挖掘任意掩体时有很小几率挖到经验。嗯，这有什么用吗？红糖吧，咱们提升最大血量会比较好一点。暴击，这不有矿吗？没什么矿呀。地图上面我看到有一个白色的点，最大血量。哦，好，加最大血量会比较好一点。挖一下黄金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喂，升级了升级了升级了啊，还没升级，还差一点点。哇塞，来得及吗？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再挖点矿吧。很好很好，蘑菇最大血量，血量很重要啊。蘑菇还没收集完，还差两个，不过没有关系啊。回复 50% 的血量，30块钱。先回复一下吧，血量很重要啊。你命都没了，你要这些东西干嘛？每一层的这个第二个任务是不一样的，上一层是收集蘑菇，这一次是收集彼岸花了。早知道之前的两个就收集完了。哎呀，这要是能多人联机就好了，那只有一个人啊，人家圣炎银河集团也没这么多虫子呀。啊，你这个东西有这么多虫子，在我身边爆炸，还好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伤害。信标信标，快快快，趁现在虫子不是很多，快快快快，来了来了。哎呦哎呦，先收集彼岸花啊，还差一朵彼岸花，我看到了。虫潮来袭，哇哇，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居然你有经验值。来，我利用这个补给舱来把这些怪物全部给弄死。但是也只能弄一小部分啊。射击速度，哟，精英虫子，哇，就这个，我的天哪，它会不会很难打呀？子弹刚刚怎么不发射了，好奇怪啊。打打它呀。哇，这换弹速度这么慢的吗？我的天，这精英虫在圣炎银河集团里面也没有那么难打呀，怎么在这里怎么感觉血量这么厚？小虫子，新武器，减速，控制还是很重要的。来来来，咱们先不急。哎呀，他怎么把他给打死了呀？我想说先不急的，我先升级再说了。boss 打了之后就直接必须得上船了，浪费我升级的时间吧。哎呦喂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走吧走走走走，只能走了。从背后能走吗？这飞船只有一个口啊，黄金的。先收集黄金，
耶，要钱不要命！哦，快快快，没时间了。啊，好好好，现在是有钱了啊！互动来一个啊！好，就这样吧，一点一点买。不会又要收集蘑菇吗？12个蘑菇，果然是最大血量要提升到300。啊，收集黄金，我之前买掉的这个黄金算是消费掉了，还不算。我之前已经收集到200黄金了，现在还得重新再弄。怎么到后面虫巢啊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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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呀！啊！提升腐蚀电击燃烧造成的持续伤害。我好像没有什么这些武器啊，所以选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。暴击几率啊，直接把这个信标给召唤过来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快快快快快！哎呦哇，这么多虫子，我的天，得靠走位了现在。哇，这深野银河集团简直不把我们矮子当人看呐！这么压榨我们，新的一波虫潮了。哦呦呦呦，我先捡红糖吧。好了，这黄金已经够了，不需要了。Oh yeah, oh yeah. 那哎，左上角那是什么怪？被困住了吗？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，那两个爆炸虫被困住了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啊！哦，快快快快快！哦，升级了，但是 boss 被打死了，又要走了。哎呦，没法捡了呀，没法捡了这些东西。在哪儿呢？这么远，我看到了那边有个吸铁石啊，不过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呦我的天，这怎么能行啊，这个啊，30秒时间啊，提升最大血量20%。红糖红糖，哎，上面刚好有黄金。哎，黄金好像不需要了。彼岸花彼岸花，这个比较好收集。12个蘑菇感觉有点难啊。来来来来，先把黄金收集了。下面是死路，糟糕，不能往这里走，得赶紧出去。走开，虫子！收集消食，升级挖掘速度可以吗？还是搞一下吧啊！挖掘速度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我还得靠它来凿路呢。这地形怎么这么小啊？就到头啦！哦呦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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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挖快挖！我把这边地形都挖通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？啊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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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地方走喽！这些虫子我是真的无语了，感觉很难啊，这个能打得过吗？啊，我发现了，这一层的地形真的好小啊！吸铁石啊，左边怎么有吸铁石啊？这么多虫子！哇！不行不行，我得往上走。Oh no! Oh no! Oh no! 往下走吧。哦哦，这个地方。没事没事，我可以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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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后没有红糖了吗？彼岸花，这是不是寓意着什么呀？彼岸花啊，我得挖个地方。哦呦，没血喽！吸铁石来吧！我绕了那么一大圈就是为了你呢。来吧！哇、哦，好爽！新武器，霰弹枪吧。哦，射击速度，换弹速度，咱们直接选的那些有颜色的会不会比较好？换弹速度。毕竟是很难遇见的嘛。哇、哦、哇、哦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
咋还有镰刀一样的东西啊？哇塞，这是什么新的怪吗？镰刀，镰刀怪啊！打不死吗？哦，打死了。这补给箱根本没办法，没办法站人呢。哎呀，这个补给箱我得又绕，又得绕一大圈。来来来来来，试一下试一下。来呀，来来来，干了他们！哟吼！上车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哟，什么鬼地方啊？这个车怎么在这里呀？啊！哦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吧！哇塞！太难了，还要买吗？啊，买是要买。回血量啊，对吧？血量是得回的，再花30块钱，直接补满吧。哇，血量很重要啊，血量非常重要，其他的我都不买了，就先降，暂时降吧。来来来，哦呀，搞这种虫蛋了吗？消食，消食，消食，我们的任务要挖消食。哦呦哦呦，这一关没有次要任务啊！哇，地形这么小，我先把这个地形先探一下吧。哇，三个虫蛋，这里居然有三个虫蛋啊！这个虫蛋是可以把它打掉的，打掉虫蛋会爆虫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哦，果然会。我要打掉虫蛋，打掉三颗虫蛋才可以。哦，感觉这一关，哎，这一关好像会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没有虫巢啊。哎呀，那这个难度嘛就应该这样才对啊，没有虫巢嘛就很有意思啊。小虫子随便蹂躏。哦，别忘了我们还有个大虫蛋呢，这个哇，这肯定是大 boss。寻找这个补给箱，挖掉挖掉挖掉。哟，哇，这么多虫子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！哎呀，但是不行，但是不行啊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哦，好，虫子打死，虫子打死了，但是这虫子太多了，补给箱根本就站不了人呢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边可以继续站。砸死他们！啊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啊，升级回复血量，血量很重要啊，还是这个吧，升级回血量。哎，你看，升级就回血了，哎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我又升级了，我又回血了，哈哈，啊。哦，虫子虫子，在大 boss 出来之前我得先把这个虫子打掉。来来，跟着我后面吃我的屁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大 boss 来了，那个大虫子来了，先把你的儿子打了啊。啊，看下面，他能跳过来的，他能跳。哇，我得保持移动了。我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感觉他也只能跳。我感觉我不能挖矿了，一旦挖矿就很难搞。移动速度，我需要移动速度。来跳。呜呼！不慌不慌不慌。哇，被他跳一下会不会直接没命啊？哟，我千万不能走死路。来了来了，哎，跳不了。这边还没有被我挖通。哈哈，跳不到，什么跳跃力啊？就这儿啊，就这儿。
来来来来来来。哦哟。糟糕，别跳过来，别跳过来。还好。升级，哦哟，哇塞。还好血量厚。哇。哇哇，快快，能不能快速解决呀、啊、哎呀。能不能快速解决，虫子太多了。救命啊。哇，我这个血量。快打呀，我这些臭武器，你打他呀。这一关好像会比较简单一点。哎呀，那这个难度嘛就应该这样才对啊，没有虫巢嘛就很有意思啊，小虫子随便蹂躏，这么难。所以是只有死了之后才能解锁新装备啊。哦，也就是说打的越多你解锁的装备就越多。好吧，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咱们今天就先暂时玩到这里吧。感觉还行，挺好玩的啊，而且如果是能联机的话就更好了。哎，这个星啊，它是单人的。好吧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